你们知道热爱游戏的玩家究竟能有多离谱吗？不久之前，一位叫海伦娜尔的影节玩家，为了给自己最喜欢的游戏庆生，便决定徒手打造一把一蜂窝。他按照游戏里的比例进行调配，在经历了反复的打磨与加工后，这把来自游戏中的武器在现实中被完美还原，甚至还引来官方亲自下场回复。而用节物件之所以会受到如此多玩家的喜爱，除了游戏本身的质量外，跟官方的各种整活也脱不开关系。从愚人节的双马尾戳死无数玩家，到七夕节的大金窝完美致敬坤坤，永劫从此在整活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，甚至就连刚刚到来的周年庆，他也不忘致敬经典，以新闻24分的形式播报周年庆的福利信息。从火炉国的天气预报：长生寨雪暴，-10至15摄氏度。到宁红叶的导航语音包，处处都透露着欢乐的气息。导航开始，开车可别学我蒙着眼睛。而就在大魔王以为杰宝的整活就此为止时，他居然还在节目里偷偷安排了一段花火。哎，注意看底下这行小字，调侃了光族的天海大师不说，还调戏了玩火之男人姬沧海。不仅如此，19至29号永劫全平台史低五折，并且19至23号还能免费试玩，前到更有双刀极品皮肤破虫云相送。不说了，咱得赶紧拉着几个小伙伴去镇上几局。